你看我就说吧，就吃饭着急。哎，你看爷们儿又动筷子了，你看，一会儿他俩又来找你来了。吃饭了，家人们，这是老头自己买的猪尾巴，还有猪肝，炖那个干豆角，然后西兰花炒木耳，猪尾巴和猪肝，干炖个豆角，西兰花炒木耳，蘸酱菜，然后海带炖冻豆腐。这是昨天我跟那个长耳大哥出去吃羊棒骨剩的，打包回来的。你看我就说吧，我说不能告诉他爷，他爷指定得说。中午还偷摸出去吃一顿，咱俩去尝尝，炒个尝，就尝尝。啊、完了，一半儿拌个凉菜，然后这面儿，这面儿啊。哎，你他妈跟你们跟都前有仇似的，啥时候背俺们呢？这个是老头说今天天冷了，说得吃点火锅。我没说，我没说。给我把菜都给我准备好了，锅也给支好了，羊肉也刚放好了。来，再放点辣料，就更完美了。这是我的秘制小蘸料，葱姜蒜姜，放一块腐乳，放点这个瑞明的这个底料蘸料，来点韭菜花放里，蒜蓉辣酱。哎呀，老好吃了啊！再倒点香油，哎呀妈，整多了。最后放点蒜末，哎，一搅拌，这就是我的小蘸料。来，来吧，你别喝，今天拉倒吧，你也别吃那个，我不吃，吃大骨头的，你俩人尿尿去吃。你不吃不了羊骨，你吃羊骨都不反胃吗？啥时候去的？你他妈挖不动，你不反胃，我吃完胃，你妈吃完胃啊？啥时候吃的？啥时候？你们俩不愿意吃羊肉吗？屠宰场吧，嗯，屠宰场。哎呀，昨天刘斌说他想吃羊肉，完我就带他，他就非得拽我去。屠宰场啥时候？屠宰场刘斌不是在值班吗？完了让吃饭不回来，完了出去吃去。这都你儿子都没舍得吃，打包回去。